怎么样，我的海报做得不错吧？哦，我也要加油了，一定要让学弟妹好好体会女鬼桥的恐怖。祝愿成功。终于到这一天了，好期待。大天，啊！学姐，你不要突然讲话了，我快吓死了。我还以为是那个。哪个？哎呦，就那个嘛。对了，学姐，你等一下走仪式，要不要那个金宝瓶啊？不用了，没关系。我没办法念。哦，学姐不信这个。好吧，那我自己念。我这边啊，都准备好了，到时候你别雷哦。学长，我才怕你雷我嘞。靠！学姐，你刚刚应该没有听到什么不该听的吧？没有。真的没有？好了啦，学长，你再问下去，本来不知道都要知道了。抱歉，又要委屈你了。好了，别说这些。等，怎么了吗？学姐，你来了，刚好五分钟，算得真准。你要是准备好的话，就先去椅子上坐着，准备开始预演。所以，准备好了吗？嗯。
哎，学长，我还是觉得不太好了。怎么了吗？哎，这里感觉很阴啊，我们在这里搞这些会不会得罪这些好兄弟啊？可是不然换我来摇铃铛吧。谢谢学长，谢谢学长。哇靠，学姐怎么都不怕啊，太猛了吧。安静，开始了。学姐，预演还在进行中，请你不要分心。要是回头了怎么办？怎么，你担心我啊？放心，我很熟流程的，跟你开个玩笑而已。继续喽。可能啊，太奇怪了吧？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。学姐，原谅我吧。哎，怎么了？不知道啊，没想到学姐反应会这么大。你装干嘛那么逼真呢？难怪学姐会被你吓到。哎，说逼真的是你，现在要嫌我太逼真，学长你很难搞哎。林恩。学姐，对不起啦，都是我的错。奇怪，大天跑去哪儿啊？胆小鬼，不知道躲哪去了，快去找他吧。学姐。没事了，我跟上。Thank you.
学弟，学姐，这个是你的吧？学姐，你人也太好了吧？学长人也很好。切，哎，看你心情好很多了嘛。好啦，不闹你了，差不多该开检讨会议咯。嗯。哦，对了。学姐，你要的资料都已经印好了，就放在那边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了。那我准备一下。
我在想，等一下正式的时候，要不要加入数楼梯？啊？学姐，你认真？对啊。不行，出事了谁负责？学校很勉强才同意我们办这女鬼桥。你们不是一直想要赢文华吗？不是这个问题。要不然是什么问题？好好好好，你们两个好了啦。可是学姐，你刚刚不是被林恩吓到吗？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大胆？是这样没错，不过效果很好啊，对吧？可是不好吧？对啊。够刺激才够真实，够真实才够吸引人，对吧？哦，对啊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就这么办，等一下12点准时加开直播，就知道宣传效果怎么样了。如果反应不够好，我就退出营队，不干涉你们怎么做了。好，大家呢？都没有意见吧？哎，等等，可是等一下的仪式谁要走啊？又是学姐吗？我提议我要学长。赞成。赞成。靠，为什么是我啊？我也赞成。好，就这么决定了。等一下11点50分桥上集合。嘿，学长不要赖皮哦，加油。文耀，加油。哎，阿犬，你不是不怕吗？不然你替我走嘛，拜托了，拜托。学姐，嗯，等一下的直播可以麻烦你吗？阿犬之前说他那边的摄影机好像故障了。嗯，好，那我要先回宿舍准备一下，晚点见。刚刚那样文耀不会生气吧？晚点请他喝杯饮料就没事了。哦，好啊，等营队结束，庆功宴吃什么也给他决定。庆功宴呢？学长，我再给你护身符，我阿妈给我很多。有我多吗？ 哇，学长你这超厉害的。早就知道会被你们整了。嘿，学长，你要是这么怕的话，躲到我背后也行，我背后就你口啦。什么意思啊？不过你这么多护身符不会护冲哦。学长，其实后同神明的还可以啦，可是不同神明还是尽量不要比较好。像我以前我也跟你一样到处求啊，结果后来也没什么用，我被我阿妈骂了一顿呢，后来我就只带这个。管公可以给他家务哦，我带了之后就看不到那些好兄弟。那你刚刚是在怕什么？
贩卖机学长原来是真的。对了，直播功能也要测试一下。这是那时候拍的影片。其实啊，最近他都不理我了，是因为那个小三吗？他说我现在越来越奇怪，不像他当初认识的那一个温柔很可爱的学姐。你们说这是我的错吗？我只是想要他爱我而已。他一点都不懂我。不懂我的痛苦。还有孤单。
Om Mani Padme Hum, Om Mani Padme Hum, Om Mani Padme Hum, Om Mani Padme Hum。时间已经到了，学姐还没来吗？怎么越来越阴啊？我没你陪你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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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没你陪你。怎么了吗？学长，我还是会怕啦。习惯就好啦。学长，你为什么都不怕啊？因为该来就是会来，不会来就是不会来。哎，你那护身符不是很厉害吗？不用太担心啦。嘿，学长。你懂哦，学长人这么好，下次求一个护身符给他好了。我没你变你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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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没你变你红。哎，文耀学长还好吗？废话，一看就知道不好啊。嗯，不对啊，你怎么突然变正常了？刚刚不是还怕得要死？我刚跟学长聊过之后，就突然顿悟了嘛。反正要搞直播，光数阶梯怎么会够，对吧？哎呦，变聪明了。不过这学长姐真是，难得有机会可以整文耀学长，竟然什么都不告诉我，光拉着绳子也太无聊了。说真的，无聊比较好啦。你再跟我说一次。Hello， 学弟妹们，大家好啊。哇，半夜十二点还这么多人哦。啊，对对，没错，这个。就是传说中的女鬼桥。传说中午夜十二点数阶梯会多一阶的传说，到底是不是真的呢？女鬼学姐会不会出现在桥上呢？阶梯真的会从十三阶变成十四阶吗？看到了，现在主角已经准备好了。哎，我们差不多可以直接开始了吧？哎，干嘛拿走我的护身符啦？玩这个没人再带护身符的。坚强点，来这招哦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，十四节，真的假的？快走，来不及，那我要怎么办？救不到了，走，这连人嘞。我妈，你别没哄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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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振林，嗯，不是都假的？干嘛我？对啊，不然是真的。啊啊！
不是就好，不是就好。走啦，预演结束，回学办了。怎么这么黑这么安静啊，学长姐还没回来哦。不知道，进去等吧。太黑了，开个灯。哎呦呀，我的小心脏这么逼真是要吓死谁啊。干嘛，你有觉得我没用啊？没有要骂你啊，你有病哦。我只是不甘心啦，一样都是扮女鬼，我的妆输惨了。真的吗？可是说起来，那个女鬼是谁啊？我管她是谁，反正不是整我们就好。真的吗？可是雪桑姐他们都没回来，我觉得好奇怪。该不会我们其实也是学长姐的目标。哎，赞啦，这样就有趣了。如果学长姐敢玩我们，那我们就陪他们好好玩啊。哈？哈什么哈？赶快去找有什么东西可以用啊。哇，太猛了，这个要给郑林恩看看。哎，郑林恩，你看这个。嗯，学长没事网购这么大一箱驱邪用品做啥？有病你。其实里面好像有一箱是我的。哈？哎呦，啊，就之前学长说叫我给他一点钱，他来负责我们两个那天营队的安全啊。我以为是要安太岁，结果是这些东西。傻眼。哎呦，反正买了都买了，不然我们来布置一下。也行，反正他们扮鬼，我们驱邪。等一下，要是鬼进来了，我们就反过来吓吓他。
嘿嘿，好，布置完毕。不错哦。可怜的文耀，应该快被吓死了吧？如果可以救你就好了，不过这样会打坏计划呀。阿全，你在哪里？我警告你，你敢吓我就试试看。再不去找他，就要生气了吧？找死哦！不是警告过你了？这么凶，连鬼都要怕你了？对，我就凶，怎样？我也是担心你啊，结果你看起来完全不怕，我想要展现一下男子气概都不行。切，少来这种老派的说法。啊，不过这雾还真刚好，直播气氛应该会很不错。嗯，就像鬼真的出来了一样。学姐应该很高兴吧？事情完全照着她的计划走。她开心就好，要是真的可以因为她多点报名人数就好了。奇怪，都过这么久，其他人怎么还没回来啊？刚刚文耀叫的超大声，你有听到吗？我有听到，超惨的，等一下都不知道要安慰他还是笑他了。不过其他人呢？学姐呢？啊，还在直播，应该是追着文耀过去了。然后刚刚林恩打给我说，大天被笑到快晕倒了，所以他先带他回宿舍了。宿舍？学伴不是更近吗？算了算了，回去找他们吧。好，都听你的。大天怎么跑这么快啊？不是说不舒服吗？可能想到我们吧。两个小大一是不是被文耀带坏了？大一嘛，能玩的时候就尽量玩也好。人呢？
不会自己开的啦，听不懂我在说什么。哦，你们要先去上一关找郑灵恩拿题目才能来解谜啦。以上是关主李天明的贴心提醒，祝游戏愉快。锁起来了啊！奇怪了，他们锁门做什么？来玩，来玩，来玩！呜呜！哈搞什么？像在玩密室逃脱一样，也蛮有趣的，就陪他们玩一玩吧。线索提示应该就在这附近。我老了，这种惊喜我一点都不喜欢。你的话应该跟年纪没关系吧？你欠揍是不是？虽然还在放寒假，但以前这时间有这么空吗？哦，对啊。
出来吧，别再玩了。哇，真是的，受不了他们。他们可能藏在哪里，想要吓我们吧？啊，不然我们找一找每间房间。不要，太浪费时间了，直接打给他们。不是我。哎呦，你先关掉，关不掉就强制关机。搞什么？你确定你真的没有在闹？你待在这里不要动，我来想办法。声音从房间里来的，在哪里？应该没事了，去找三女吧。阿全，阿全，刚刚我也是这样被锁起来。是他，要我们进来做什么？不管是谁，被我抓到他就惨了。别担心，应该只是恶作剧。我从来不知道他有这方面的问题。阿全，这是什么啊？原来他……阿全，你该不会是心软了吧？也没有，只是我现在才知道他的处境。你这就叫做心软哦。虽然我也很同情他，不过这是两件事，完全不能混在一起讲，知道吗？可是……哎，记得全。哎，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那就好。等我抓到人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。好了，证据拍完了，我们走吧。
那女的终于不追我了。靠，只是搞个直播而已，弄成这样要累死谁啊？哎，学姐直播应该也结束了吧？哎，学姐人呢？刚刚不是还在追着我拍吗？靠，丢下我就跑，也太靠背了吧！爸爸，这是八哥还是乌鸦？又肥又吵。没收，哎，这不是我的护身符吗？怎么乱丢啊？超没品的，说要帮我保管还乱丢，我看回去三女怎么说。平常那么嚣张，回去我就颠爆他，爽了。哎，怎么起雾了？啊，已经这么黑了，这要怎么走啊？下次我要叫学校多装点路灯。学姐，新桥学姐已经结束直播了，你不用那么认真了，可以回去洗洗睡咯。哎，学姐，你是不是暗恋我啊？你不要一直靠过来又不讲话嘛，到底要怎么样啊？我都已经说结束了哈。妈的，入戏太深是不是？神经病啊！三桥。靠靠靠靠！靠靠靠靠靠靠靠！你是人还是鬼？滚回啊！学姐，你不要闹了，快跟我说这是直播恶搞整人，什么都好了。我不好吃，人也不帅，也很臭， 你不要再靠近我假的，靠，不会吧，这么蠢的事情怎么可能，妈的，
犬，三女，你们在哪里？没人，没人，都没人，为什么都没人在啊？三女跟阿全，差点被吓死！真的假的？是可以接吗？喂喂！啊？什么四楼？三女他们在四楼吗？我到底要不要去啊？总觉得怪怪的。啊，原来人都在这里。学姐，我跟你说，我还好你们都没事。我刚刚遇到鬼了，你们一定要多小心哎。哎呦，气氛好像怪怪的。恶心，恶心！去死吧！你们怎么有脸在我面前搞这些？什么？你在这里等我一下啊！哎，阿全，啊，文耀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少骗了，刚刚不是你叫我来四楼的吗？啊！哦，你不要在那边假了啦！我刚刚被鬼追的快吓死了！哎，不要丢下我了！啊！人也不在房间，哦，什么也没说就跑掉，阿全到底在干什么啊？算了，
打给他总会接吧。不过这里讯号真差哎。宿舍二楼以前有这么旧这么脏吗？你去哪了？没什么，我只是刚刚看到新桥学姐好像在看着我们，有点在意就追过去了。不过晃完一圈根本没看到人，总觉得有点奇怪。干嘛？文耀刚刚才说自己遇到鬼，你也要玩这招？文耀已经遇到了。记得全。好，我不说了。你在哪里？我去找你。你先回去陪文耀吧，比较安全。我想到桥上的器材还没收，我的行动电源也放在大船教室，忘了拿回来，晚点回去找你，拜。喂喂，搞什么啊？每个人都怪里怪气的。
有够让人不舒服。文耀，文耀，会不会回房间了？不欢迎我，我就走了。哎，不要这样了，不要这样了。你要是跟我遇到一样的事情，你就……不行，你不能跟我遇到一样的事情。哎，你知道我真的没有要唬烂你，你不要那个脸啦，不然你看，怎么会这样？当然是那个啊！我本来以为那个是你们找的学姐，结果……我的学长跟我说过，四年前在女鬼桥有出过事情，我们死定了啦！所以刚刚那个婴儿哭声啊，你们果然也有遇到。我就说不要在女鬼桥那边玩什么数阶梯了吗？现在怎么办啦？我们先去找阿全，他说他要回桥上收拾器材，再去大船教室拿东西。我们先去教室等他。啊？阿全叫我收器材啦。哎，对了 ，Smartman 1245是你的通讯账号吧？靠，你暗恋我是不是？还特地调查？之前有看到你在学校讨论版发无聊的八卦，一看账号跟内文就知道是谁了。可怕哦，可怕哦。哎，对了，你学长还有说过什么吗？很多啊，刚进来的时候有名的传说都跟我说了，什么湖边的黄衣雕刻，深夜小花园的密林黑影，还有你们法律系最有名的那个啊，法学教室的不毁招牌。对对对对，说那块敲不坏的招牌后面藏了什么学校的大秘密。哎，我听说你们系还有敲招牌惩罚挑战呢。哼，我才没你那么无聊。屁嘞，我这叫探究真实的求知欲，好不好？东吴大学欢迎您，求真力行，创新卓越的校园典范。阿全，阿全。
这什么鬼？头发为什么会？好像还没来，先在这里等他一下。阿全没事吧？会不会出事了？别乱讲。哎，孟伯乳，机器故障而已，不要慌。你在干嘛？三女，你看啦，招牌真的裂了。真的有，应该敲不坏的啊。哦，抓到了，是不是有偷敲过啊？哎，敲敲看，法律系的敲这个感觉很有 feel 哎。你搞丢我护身符，还没跟你算账嘞。喂，去哪？找锤子敲。坏了，这什么？剑以符或用时方合，这是剑，特地藏起来的感觉就很威耶。你不要就给我，还是我保管吧。我们直接去校警室吧，调监视器最快，可以找到其他人就更好了。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啊？是真钞还是假钞？多少钱啊？哦，没救了你！哎靠，我是认真的。想都别想，不管真的假的，都要还给学校。干嘛这么认真？开玩笑的啦。最好是。我说你哦，从宿舍开始就阿全阿全这样叫，太明显了吧？想说什么就说，不要笑得那么恶心。还装，我知道你跟阿全在交往了啦，真不够意思哎！我把你们当朋友，你们什么都不告诉我。可以的话，我也想大方公开，可是学姐那边，我知道啦，我不会到处乱说，你放心啦。谢谢。什么？
你看，我说的没错吧？不是巧合，也不是什么跳湖自尽，是上面说女鬼桥。不要一直讲那个字了，你可以换一种比较温和的说法，女飘桥之类的。哎呀，啰嗦！上面在讲说，女鬼桥的女鬼是因为当年发生的校园强暴案才变成厉鬼。不过就算知道原因又怎么样？我们又不可能口头劝说请她赶快放下执念吧？不一定，知道多一点，我们也比较能掌握状况。哎，不是啊，搞这些有的没的，干脆跟我一起拿去些的东西冲一波算了。不是我要说，我买的那些真的很有用，买家评价分数都很好哎。等找到阿全跟大家再说吧。你找一下有没有其他有用的资讯，没有，我们就赶快去调监视器看看。三女，你快点过来了！发现什么了吗？叫你找不好好找，看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！这才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是超度大全，很珍贵的，好吗？你看上面那一把说可以斩妖除魔的厉害法剑七星剑，是不是跟刚才捡到的那一把很像啊？还有拔度，上面说是利用仪式让亡魂得到宽恕，然后什么魂魄金水火，哎呦，反正就是超度啦。失败，最后的机会。可是上面写的时间点为什么这么奇怪啊？写在这边是要做什么？又要给谁看啊？哎呦，照书上跟笔记指示做就对了啦。根据直觉。哎，这个人知道七星剑肯定不是胡乱的，好不好？好，假设这些写的都是真的，那问题来了。一，如果超度女鬼有用的话，为什么当年出事的时候不直接超度掉？二，如果超度失败会发生什么事？三，我们一直没找到另一半的七星剑，只有一半真的有用吗？哎，妈的，那我自己一个人去行了吧。只有一半又怎样？不照做又怎么知道有没有用？总比等死好。东西都给我了。嗯，要是成功了，你们要请我吃大餐，好好感谢我哦，还要每天恭恭敬敬喊我一声文耀学长。 OK？ 哦，哼，等找到大家再一起去帮他吧。那是大天跟林恩，他们要去宿舍吗？奇怪。那是，难道他要对大天跟林恩下手？不行，我得赶快找到阿全，跟他一起去救人。赵新桥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们谈谈吧。有什么好谈的？谈你当初
怎么跟那个女的恶心骗我？还是你怎么样狠心分手甩掉我？我有好好跟你提分手，分手后我才跟三女在一起。分手？我没答应就不算。你可不可以不要闹了？我们就不能好聚好散吗？你当初说你要好好爱我，会爱我一辈子，我相信你了。在我刚进来的时候，你是最温柔最可爱的学姐，那时候我的确很喜欢你，要不是你后来……好，我不怪你，我现在才知道精神状况。我要的不是同情。好，我以为这次会不一样，但不管重来几次都一样。你们都去死吧，杀人犯。阿全，救我！我不是什么杀人犯，拜托你，求你像以前一样温柔对待我，只有你能帮我了。那些温柔什么的，我也早就都没有了。做你该做的事情，然后不要再闹。阿全，阿全。不要走，不要走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阻止我？为什么？是你，都是，都是你害的，都是你。对，不是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是你吗？你来了，你来接我了吗？手机，女鬼是真的，找到超度方法，找剑。文耀，看吧，不论你挣扎几次，最后都还是会死，都是没有用的，没有办法逃过诅咒。对不起，还有，谢谢你，虽然你讲话很坏，但是我知道，你都有在关心我。怎么会？不可能！
给我个痛快吧。反正没有人在乎我，没人爱我，我爱的人都已经离开了。这就是我要说的七星剑。那每过几分钟就来找我讲话一次，不无聊哦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很无聊？你很聪明哦。哦，我们都等了一个多小时了，不要说是学长姐啦，连那个东西哦。呸呸呸，我一定是被你传染才会乱讲话。佛祖保佑，佛祖保佑。哎，我觉得很奇怪，会不会有人料杯啊？他们不可能不回会办才对啊。好啦好啦，再陪我一下下，如果真的没有整到人就放你回去睡觉。赞。听好，既然学长姐不来，我们干脆主动点去吓他们。可是我们要找谁啊？找文耀学长啊。那他在哪里？我怎么知道？哦，那我传讯息问他。啊！你白痴哦！你这不就是告诉他，嘿，我们要来吓你咯？啊，对啊。不过我已经传给他了。哦。哦，学长很快就回嘞，赞哦。学长说他在研究室啦。啊嘞？奇怪，这么晚去研究室干嘛？学长都快毕业了，还这么勤劳哦！一定有诈，不过没差，我们这边准备更齐全，要玩才不会玩输他。走。哦。
锁了。学长很无聊哎，我们还要进去吗？进啊，干嘛不进？哦，上次也是这样，叫我拿东西给他，结果迟到好久，还叫我自己去拿备用磁卡来开门。门怎么锁了？这里是哪里啊？振林，振林。人刚刚还在这里啊，一定是我困了，错觉，都是错觉。振林，干嘛？我跟你说，刚刚我突然跑到奇怪的地方，一回头你也不见了。还有那个东西，那个东西到刚刚还在追我。你是真的睡着了？
我们刚刚拿到备用卡就出来了，什么事都没有啊。可是我刚刚真的……走啦走啦，回研究室了。学长，我要学长。搞什么啊？人又不在吗？Smartman 1245，这不是学长的 ID 吗？啊，跟厉鬼决斗，真的假的？郑林恩，又要干嘛？只要我们照上面说的做，就可以救学长。哎，啊，你认真？当然啊，啊，我知道你不信啦，但不是怎么知道？而且学长平常这么照顾我们，如果他真的出事了，我们当然要去救他啊。你不是怕鬼？怕怎么不怕？可是学长那么怕的人都冲了，哎呀！你到底帮不帮啦？好啦好啦，那你先去找铅笔跟去自由。要干嘛？脏成这样，不先用干净要怎么看？快去找，我在这等你。哦。
超度地点不在女鬼桥，在宿舍地下室。哲学系教授说过，镇校之宝就在哲学系，用七星剑连尸体一起砍了，这是唯一解救大家的方法。啊，尸体？哎，他说拿七星剑砍尸体耶？哦，这么胡乱的东西你还信哦？可是，哎呦！不然你陪我去哲学教室看看嘛，拜托了，最后一次了。哦，最后一次了。哎，去哲学教室走这比较快啦。看这里有什么吧。
这个就是星星剑吧？郑灵恩，你看，我就说不是假的。是是是，什么宿舍里的女鬼房间，你信吗？我是不信了。走，去看看就知道你被骗得有多惨了。你想啊，要是有这种东西早就上讨论版了，哪轮得到我们这些大一菜鸟发现。我知道你的意思了，可是哦，还是不要 TK 比较好哦。干嘛？不知道是不是太紧张，我突然有点想去上厕所。去啦去啦，我先过去看看。你上完厕所赶快来啊！啊，好。厕所，厕所。谁？哇，越接近厕所越急。哎呦，突然还想上大号。忍住啊，李天明！舒爽，嘿嘿，刚好趁现在来看一下今天更新了什么。
哇，佛心公司哎，赞哦！哦，臭死了！这样丢着就跑，明天一定会直接上讨论版被骂死。啊？哦，坏了，真衰。啊！怎么会这样？我的护身符，头发，是那个人啊！我骂你没有，我骂你没有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！不能走了，怎么办？那家伙也太慢了吧，去个厕所去那么久。算了，不管他，我自己先去。搞什么啊，这什么锁，搞得跟艺术品一样。以前锁不是长这样吧？笔记上说的钥匙该不会就是这个？有够麻烦。我记得宿舍二楼还有什么房间。什么啊？钥匙跟被封起来的房间，真的假的？还真的都有。哦，假鬼假怪。嗯，真的假的？还真的闹鬼！哎，我警告你这只臭鬼，别以为你这样做我就会怕你哦。当自己是哪根葱？是鬼就可以伤害无辜啊？我们欠你什么了？有本事不会去找害死你的人报仇啊？哼，会怕就好。我看哦，你一定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这里面藏着什么惊人的秘密？好啊，来玩，我就不相信打不开这个门。
傻抱怨，我看你还可以嚣张多久。新桥学姐，难道2012真的出故事？是，他想保护的就是这个吧？难怪一直阻止我进来。大天说的没错，我太 TK 了，要想办法赶快超度他，不然我们都会没命。没事吧？嗯，学长，你会这样问，是不是也遇到鬼了？死的女鬼！学长，你放心，我跟大天已经找到对付女鬼的方法了。真的吗？可靠吗？不知道，一本书上面写的，说是什么超度大全。本来我也不相信，可是真的被我们找到什么七星剑跟钥匙。好，那你要多小心新桥学姐。哦，学长，你也觉得学姐怪怪的哦？算是吧。你看，想到当初是谁提议数阶梯的，就觉得超级毛。我猜学姐可能早就被女鬼附身了。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？要先把大家都找回来，我担心他们会有危险。然后等大天回来，我们两个再一起去把女鬼超度掉。好，那找人就交给我，你们就专心超度。好。不过学长，
我可以先拜托你一件事吗？大天他去厕所去超久都还没有回来，虽然要我去男厕是没差啦，既然学长来了，还是你去比较好吧。也好，谢啦。对了，学长，你过来的时候没遇到其他人吗？没有。好吧，我还想说文耀学长会不会去找你。他不会来了。嗯？新桥学姐那边你想好要怎么办了吗？要是把女鬼超度掉，学姐就可以恢复正常，当然是最好。万一不行呢？这种事问我，我也不会知道。如果要杀了学姐才能救大家，那你会怎么做？学妹嗯，抱歉，我说了些奇怪的话，我觉得我快被逼疯了，我怕我会变成神经病一样，我不知道，我……好，学长，你不要担心啦，直接从源头干掉女鬼不就好了？超度就是这个意思吧？电视都是这么演的。要是干不掉，大家一起死，总比谁自己一个人活着好啊。嗯，应该没有那种想要自己一个人活着的人吧？这样太没义气了。要是真的有那种人，我一定狠狠踹他几下，好好教育他怎么做人。你太傻了，学长。我去挡他，你去找大天，注意安全。好吧，反正我也不是第一次进男厕了，进就进了。李天明。装神弄鬼什么啊？嗯？我一定要拿七星剑劈死那女的！大天，等我！干什么东西啊？只会耍剑招，有种就自己来！大天怎么变这样？该死女鬼！学长，你还好吗？滚开！新桥，女鬼在他身上。不对，他想要杀我，他想杀我。大天也被他弄死了。大天，对，该死的。他来了，他来了！快走，快走！快走！怎么办？回头！可是这东西怎么藏？趁他还没注意到，要快点！绝对不能交给现在的德勋学长。啊。
好了。学姐没有接，希望还有人可以找到我藏起来的钥匙。学长，我有事想问你，你的伤不痛了吗？嗯，要演就演到底嘛。林安，怎么突然打给我？嗯，这铃声是林安的吧？他怎么没接电话？是故意要破坏的，这是你是在保护这东西吗？为什么？你跟大天发生了什么？学妹，我们最后也会像你一样吗？阿全才叫我不要去顶楼，然后林恩就……还有刚刚的，那是另一半的剑。在这吗？为什么会塞在这里？到底怎么回事？阿全没事吧？还有文耀跟天明他们也联络不上。真的可以装，不知道第一块是谁装的，文耀吗？还是……不管怎么样，不是只有我活下来就好。阿全，希望这个人是你，不然我……
还有两个小时多，要快一点了。阿全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觉得呢？你刚刚突然莫名其妙跑掉，我一路追着你跑，你现在就只问我，我怎么在这里？抱歉，我刚刚看到林恩死了。嗯，季德全，你是谁？我还能是谁？你听到人死了，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还是我们认识的人？你可以冷静下来吗？现在真的出事了，你叫我怎么冷静？你怎么能冷静？难道你希望我和赵新桥一样吗？死的人就不能复活了？我们该关心还活着的人，就算只有一个人可以活都好。你可以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好吧，你说的对。啊，我刚看到一个身形跟文耀很像的人走进去了，会不会是文耀？还好他没事，我们快去找他。阿全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都会保护我吧？对了，阿全，刚刚在宿舍地下室，是谁？果然被锁了。不乖，钥匙我来找，你先躲起来，不要问。那女人发现了，她是真的想杀了我们。我们要逃去哪？叛徒！三女，你先走，我来拖住他们。好。真的很想保护你，我还能改变什么？赵新桥。啊，阿全，
来找我吗？你终于愿意回头了吗？放下三女。要杀人吗？是女鬼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！你冲着我来啊！你以为你这样说，我就会放过他？三女。第几次了？为什么还会犹豫？赵新奇，我该怪你吗？你用女鬼附身当借口报复我，还扯上无辜的三女。你说你要疯了，你说你不要同情，你以为你没得选择，我也是，但真的是这样吗？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？反正也没有人能理解我的痛苦，我只能继续照计划走，不然不管是你还是我，谁都逃不了，只能在这里一直挣扎。快到了，赵新桥，让我们结束这一切吧。赵新桥，你杀不了我。那你干嘛逃？为什么？就像你说的，我不是杀不了你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少来了，我早就清楚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了。你今天就算真的杀了我，也不会愧疚。对吧？你不要这样说你自己。你知道杀害身边最重要的人是什么样的感觉吗？来，杀我！我早就想死了。砸我！砸！你搞错了，我本来也不是什么冷血的人。我没有。我不是死了吗？为什么？
可以，你要我杀人也可以，我什么都愿意，求求你。到底第几次了？为什么这么残忍？为什么要让我一直经历这些？赵星秋，想救石头，帮我！我又要被他控制了。阿全，阿全，滚，滚开！去死吧！赵星桥，这一次我们真的不能再失败了。现在已经是2020年2月29日半夜，等天真的亮了，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要是这样一直被陈星会阻挡下去，到时候我们都会完蛋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你说可以救石头，我才救你的，你是不是在骗我？这诅咒事件，你比我更清楚。靠我一个人挡不了他。为什么是我？赶快去，刚刚那样拖不了多久时间，他很快就会回来。小慧，我可以这样叫你吗？当然可以。
陈星慧。金龙，陈心慧。你做实验不要做太晚，我会贪心的。你没做实验的时候也会来接我，我有什么好担心？你说过会保护我的。嗯，一定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会保护你。嗯，这是你的回忆吗，陈星慧？阿全，你不想再帮女鬼杀人，我也不想继续困在诅咒里。不管你找到的方法是不是真的有用，我都会试试看。我的石头。真的可以，走吧。
这里是学校地下室？不，不对，诊所？不可能，难道这里也是你的回忆？头脑都一样，你到底想告诉我什么？威胁我也没用，我不会再被你带着走了。石头，你放心，这次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的。这次是房间，墙上写的这些是……该死，该死，该死！这里是
Thank you.
叫。身上缺了好多器官，thank you.
少的钉子，在刚刚那个人偶身上好像有看到。结束，接下来就是把那颗心脏毁了，我能做的也只有这样了。
你成功了，还好我赌对了。有这个，说不定就可以找到王金龙。这样，真的就可以救大家，救石头了吗？其实，我比你更担心。如果我可以获救，你们也可以从诅咒里解脱，当然是最好。其实，应该跟你说声对不起。所以你大概也不需要了吧？你走吧。赵新桥，谢谢你。